行政院沈副院长、卫生福利部薛部长、立法院邱泰源委员、PMIA 李中熙理事长，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唐凤，非常高兴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2022台湾精准医疗产业协会所举办的精准医疗新趋势论坛活动。我们知道数位发展部是在今年8月27号成立，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运用数位工具来达到全民数位韧性的核心理念。所谓的韧性，也就是 resilience， 指的就是要从打击当中不但要能够恢复，而且还要能够强化自己的体质。无论是疫情或像地震这样的天灾，各种不利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迅速撑住、恢复、学习、转型。就以疫情来说，我们在过去几年在医疗领域发生的各种疫情相关的调试，每一个都是在立刻急迫的这样子的需求底下，各界一起齐心合力研发出来。举例来说，我自己在数位部开幕不久之后，就远距工作了7天了，因为确诊了。那但是呢，无论是我们远距的看诊，或者是虚拟健保卡或者是甚至虚拟的处方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在大家急需医疗服务的时候立刻调试出来。在高龄化社会底下也是一样的，医护的长照资源偏乡行动不便者的就医，这个也是迫切的需求。还有就是面临严重灾害的时候，怎么样快速因应大量伤患的就医急救，这些也是透过数位创新能够快速提升能量的方法。刚才讲的这些题目在一年一度举办的总统杯黑客松当中都出现过。我们有非常多公司协力透过数位创新来提升医疗服务的精彩解法。举例来说，去年获奖的长照好时光，就是考量到现在的长照服务流程，从个案的规划、家访、确定计划到提供实际的服务是长达180天左右。因此为了让这个前置作业能够更有效率，卫福部、嘉义市政府还有 D4SG Data for Social Good 资料英雄计划就共同提案分析长照 2.0 服务历程的资料，而且能够建制出推荐模型来推荐照顾计划。透过分析嘉义市的案例，他们分析出58种模型，平均这个机器训练的准确度已经达到80%。而2018年的获奖提案救急救难一站通，则是由卫生福利部跟我们内政部消防署还有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这些跨部会合作，跟第一线的不管是急救人员、医师或者社群协同伙伴一起提案。同样的，那也是为了因应之前在高雄发生过的重大灾害，救急救难一站通就是要建立标准化符合国际标准的资讯串流平台，串联无论是在哪个县市或者跨县市的紧急医疗救护到院前跟到院后的资料，医护人员可以很容易的就在救护车上用平板登录患者的实际状况，同时也能够立刻就知道哪间比较近的急诊室还有病床，而且可以通知他们即将前往。而急诊室的人员收到的不是只是一个通知，而是一个持续的资料流，让他们可以提早准备跟远端掌握病人最新的状况。而政府机关也可以直接看整个系统，获得全局的资讯，来协助调度必要的床位。当然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基础的工作，就是无论救护车开到哪里，这个网路都要通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运用这些数位工具，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部件网路的基础建设。在我们的韧性建设司里面，我们承接通传会很多的业务，特别是普及网路服务的业务，目前我们法定87个偏乡都已经有 gigabit per second 等级的固网宽频网路。而778个村里当中，除了澎湖万安西坪村之外，
其他777个村里也都已经达到了村村有100 Mbps宽频的网络接取服务。而在普及的行动网络方面，除了金门乌丘之外，已经所有其他的86个偏乡都完成了建置 5G 的基地台。这样子不但提升偏乡的通讯品质，更为地方的卫生所还有长照服务的据点，推动智慧医疗、远距医疗的频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 5G 这个新兴的科技，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具有低延迟、超高速、广连接这样的特性，所以它不但可以成为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听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等待的时间更短，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透过专频、专网的方式，来变成各个领域垂直应用创新的推手。也就是说，在整个场域里面，不像之前好像 WiFi 有死角啊，不愿意部件啊，很容易就整个场域，像整个远距的智慧医疗，可以整个院所变成改变传统就医模式，及时的缩短城乡医疗差距的方式。举例来说，就已经有医院开始实验，透过这样子的 5G 的频宽，远距帮病人进行超音波检查，甚至是动手术。那 5G 远距医疗是打底的工作，有了这个基础，无论是辅助式人工智慧 Assistive Intelligence 或者万物联网，这些多元创新的应用才能够建构新的医疗形态。我们数位部会持续发展这方面的应用，来促进智慧医疗的发展。我们的重点还是不是要大家来配合数位，而是把数位带给大家，让医疗的可进性或者是医疗在降低成本方面的效益等等都能够进步，这样才能够缩短城乡的落差。我想全球现在都面临人口老化还有新兴各种疾病的威胁，所以医疗产业的发展不是只是药物或者是医疗器材。在数位发展上面，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可以对于加密的资料，透过多方或者所谓同态加密的方式去进行运算，对于加密的资料进行运算，来进行这个医疗运用，就可以进一步来协助现有医疗领域的转型。数位部推动的目标之一叫做数据公益 （data altruism）， 公共利益啊，也就是说，推动个人以及资料的持有方加入一个伙伴关系，透过这种加密运算的方式，你在运算的时候完全是看不到个人资料，所以呢，大家只要愿意无偿提供公益使用，就可以进行更多的创新，来创造公益价值，造福社会。举例来说，在 AI 的协助底下，大家就可以更快速、更精准的判读 X 光片，就可以及早掌握，是不是有确诊。这个呢，在疫情期间也是靠着全球热心的民众捐赠 X 光片，来累积出这样机器训练的模型。我们可以把数据公益想成一张入场券，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的、主动的来加入这个提供者的行列。我们形塑整个数位世界的共创共融空间，让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好。而当每一个人同时是数据的产制者，也是使用者的时候，那么在全民的整理分析当中，就可以像总统杯黑客松那样子，形成跨部门的共创协作关系。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连接需求方跟提供方，因为这两个是可以互换互惠的角色，开展出数位共好的新形态社会。我们数位发展部接下来会持续结合我们全球领先的台湾的 ICT 产业的技术，我们的医疗保健这个也是世界第一的优势，还有我们丰沛的人才资源，透过 data altruism 数据公益的应用跟整合，来透过隐私强化的技术串接运动、健康、医疗、照护各个服务的环节跟资源，这样子就可以推动我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迈向精准健康的社会。最后，我想要祝福这次的活动顺利圆满，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